小祖宗啊，终于醒了！你这会儿感觉咋样啊？好多了，姥姥，我怎么回来的？哎呦，你可把姥姥吓死了！昨天晚上俩姑娘把你送回来，说你头晕不舒服，我就眼瞅着你咣当倒到那床上，你就不行了。你咋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呢，姥姥？ 恭喜过关！你快把水箱打开！杨明亮，你到底在干嘛？等一下，老高会受伤的吧？ 高轩，高轩，高轩！高轩，高轩！
快说，高轩，高轩。 没事就好。谢谢你，春雨，是你救了我。你救我的还少吗？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宿舍了，应该是天气的人把我送回来的。他们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越不能放弃。总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的。哎，小雨，哎，你快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姥姥叫我了。 天机果然失信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帮助我们却不愿意现身？如果希望我继续帮你，你不能透露我与你交流的任何信息，不然我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再去微科技的设备处试试，那里的脉冲设备需要组装以后才能使用。微科技和天机有非常紧密的关联，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 微科技，相当于天机的技术支持。这次能告诉我的朋友们吗？春雨他们能帮到我很多。哎，姥姥！哎呀呀！哎呀，你吓死姥姥了！ 你到底想干嘛？这款新品头部按摩很不错，老人用很适合。喂，喂，小钱，春雨，我妹妹收到一个快递，他们居然给我家送了一麻将桌。 他们什么都知道，知道我家住哪儿，知道我爸爱打麻将，我爸看到那麻将桌，说明非得插电试试，后来没办法，我拿棒球棍把那个麻将机砸了，害得我爸差点打我一顿。他们还给我哥送了一块电子表，我让他赶紧扔掉了。我老婆她也太扯了，他送给我们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究竟是几个意思啊？他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他是在警告我们，如果我们有什么异常举动。 那有危险的不仅仅是我们，还有我们的家人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只能继续游戏了。啊，那没有办法脱身吗？你怎么就想着脱身啊？我们还有朋友在里面呢。怎么杨八万说我就舍不得啊？好了，都别吵了。 小青说的对，我们还有朋友在里面。既然没有别的出路，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把这个游戏通关，给他们都救出来。不过下次进入游戏，我们要更加小心才行。一定要在游戏里先活下去，同时在现实里，我们要尽量迷惑天机，让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安于现状。对，我们要更加谨慎的暗中调查，寻找破绽。
为什么都这么危险了，他还不出来？严总，我有个想法，会不会他已经不在里面了？难道说他其实在这群人中间？从现在开始，给我盯紧学校里这几个人。 你爸爸他之前是不是一科技的高级工程师？这两家公司联系这么紧，你不觉得这之间会不会有点？这厉害，不错啊！可以啊！这个费用吧，我吧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！ 哎呦，我替南小琴先试一下。来，等会儿，不认字儿啊？我替南小琴试，输不舒服。指定不舒服啊！只有南小琴坐的才舒服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都让条道，让条道。哎呦，哟！小琴，哎，你看，我专门给你做的，这样你站起坐下都方便。 啊，还有，你看这个，我专门给你安的，你的拐杖好像可以卡在这儿。来，试试。我看卡你脑袋正好。哎，真是的，不是说好假装岁月静好的吗？当演戏陪我演一下都不行。干嘛？都散了吧。 杨万万送的，这是。
豆豆，你好。如果可以这么称呼你的话，感谢你在游戏里救了我，更希望能在现实里继续成为伙伴，能把我们在游戏中的信任带到现实。我为曾经轻浮幼稚的我感到羞愧，所以没有勇气当面和你说出这些话。梅小晴，我想和你成为朋友。 7月17日，我的生日。这是女儿送给我的第一个生日礼物，所以今后这里的一切将只关于春雨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爸爸，祝你生日快乐！以后你所有的秘密都写在这里，没人知道。 谢谢，哎呀，真是我的乖女儿，嘿嘿嘿，谢谢老婆。谢什么呀？吹蜡烛吧。一、二、三。
十八日，今天女儿从老柜子里找到了一个玩具，是华容道。爸爸，这是什么？我刚给她解释完规则，她不到二十秒就完成了游戏，步骤清晰高效。她的天赋让我很惊讶，没想到我的女儿是个天才，我一定要把她培养成最优秀的人。4月2日，今天我们全家一起去郊游，春雨非要玩捉迷藏，结果自己摔了一跤，我当时好担心。5月5日，今天又和女儿一起玩搭积木，她遇到一些挫折，中间差点没玩下去。孩子呀，做事一定要有耐心，一定不要气馁，这是我想告诉春雨的。也许她已经明白了，也许还不那么明白，但没关系，时间还长，爸爸会陪着你一起长大。4月19日，江宁，这个充斥着回忆的地方，希望能成为我们梦想的延续点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个决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真想回到这一天。还可以重来吗？想要重来这一天，真的回不去了。看啊，你就是有病，你干嘛跟瘸子凑一对儿啊？杨爸爸打人了，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了，怎么了？快撸啊，快拍他，快拍他！说你不懂男小情。走走走，快别拍了，别拍了。你懂什么呀？如果是豆豆的话，你还会有照顾他的想法吗？你们还看呢？走啊！杨八万，知道南小琴为什么会生气吗？因为你把他和豆豆当成两个人了。你什么时候能够用正常的眼光看待南小琴，你就什么时候再去追他吧。我是真混呐，他怎么跟你说的？那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算我大发善心，就教教你吧。拿着东西，走吧。其实这就是 C 加加的一个技术特点，而且会更安全。哦，好，谢谢学长。不客气。学长再见。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我发现有人跟着我，
这么说，我好像也感到有人在暗中看我。总之，我们小心点，行为正常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好的，收到。OK。哎，来了，学长你好。林素兰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忘了教导主任让你帮我看看毕业论文啊？好像是有这回事儿。那我们可以进去说吗？那个，问了好多人才问到这个地方，还真不太好找。找高璇是吧？他也没跟我说你要来。别站在那儿了，快进来吧。他在洗手间呢，最近他肠胃不太好。没看我给他专门买了一些营养品吗？你是蜂蜜啊还是绿茶？什么？都是我买的。蜂蜜的糖分会导致胃酸分泌过多，加重胃部负担。茶碱呢，会刺激胃黏膜，导致胃痛、胃胀、反酸等现象。是吗？春雨，你怎么了？我来的不是时候是吧？哎，当然不是。学长是给我指导毕业论文的。要不学长，你先把春雨的事情处理完，等一下我们再聊。我们换个地方吧。进来吧。对了，刚刚我们真的是才聊了。我知道。这个是？在春雨明笔记本里发现的。那天机的人他们有没有？没有人跟踪我。这里面的内容有密码。那这个时候体现出来我的重要性了。八位数的密码，解码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学长，
解开，那我换一个人就试试。不用了。那个，严素兰是宁永成的女儿。我还当真的没什么。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其实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，如果春叔跟这个游戏有关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？不是。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联系他，以后我也不会联系他。阿姨的事情，春雨，其实有些事情他抹不掉，比如说血缘；但有些事情是可以抹掉的，比如说过去。有些事情他就是过不去。春雨。学长，他怎么了？是因为我吗？要不跟他解释一下？没关系，不必了。那我们继续聊论文吧。论文的事情改天再说吧。好啊。学长，你看起来好累了，要注意身体，多休息。改天我们再约。林素兰。家里也不方便，要是你在聊论文的话，去办公室找我吧。好啊。不用了。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时间来化解。我不应该那么说的。没事，就这样吧。那个密码是八位数的话，数字里可能包含了年月日。重要了是吗？Thank you.
直到飞翔，跌跌又撞撞，那又何妨？和那一束光映在了我的脸上，不敢绝望，只要绽放。人总要一次一次飞越那巨浪，又一次一次踏过这么荒凉，旭日咆哮的那晨曦之光，再一次启程奔赴心中的远方，待旋曲终将在时空中飘扬，自由的光闪闪一波涛，心中的